我现在信了主以后，我现在如果回头看到我以前的我，实在我也不敢去看，因为以前的我是一个很自大，然后很老我很强的。可是我现在呢，因为信了主，我的心被神给柔软了，而且我现在用神的眼光看事物，我也不再像上次像以前很容易发脾气。我现在几乎都是用神的眼光来看，我发脾气的时间，我发现，甚至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脾气都发不出来了。感谢主，谢谢。那一般来说，像你们现在这要怎么说？因为我还是不要说好了。